信年年度参会哈，我是莅临2010来台南立足。各位台湾各位主人大家好，大家晚安哦。我是台湾的理事沈志林，今日哦，就欢喜嘛，就荣幸哦，也当做这参会的主席啊吼。等下哦，有足侪精彩的演讲，较精彩的节目哦。啊，参会要开始啊，所以讲吼。今天哦，跟莅临姐哦，咱到底 UN for Taiwan 啊，刚才去谈那个 WHO 就怎解啊？对，志林跟我都有一起去过联合国前面的广场哈，从联合国前面一直走到中共的大使馆哈，绵延4公里哈抗议。那同时呢，我们也一起参加过 WHO 到起诉日内瓦啊，日内瓦去。加班啦，讲 UN for Taiwan， 迄当时哦，我感觉讲哦，明仔载 UN for Taiwan， 但是讲哦，即马还袂入去，所以讲咱爱继续拍拼。就是想要买车哦，要跨一个基本款的吼。You are for Taiwan, peace forever。好，先画这句吼。我跟 You are for Taiwan 大家大家画 peace forever 好不好？好。You are for Taiwan, peace forever。You are for Taiwan, peace forever。You are for Taiwan, peace forever。啊，别赛，别赛，别赛，这想这声啦。打电话哦，你中南海打电话我，微信我讲哦。同日没有，这样不行啊 ！UN for Taiwan 啊，我刚话先来，那到底话对 UN for Taiwan 那有道理好不好？哎 ，One two three，UN for Taiwan is forever，UN for Taiwan is forever，UN for Taiwan is forever。哦，呀，因为在前面坐回来亲麦台湾的哥哥啊，在那之前呢，那就要开场一下。我们要一起来唱属于我们台湾的国歌《台湾最亲》哈！希望莅临化解的台湾，打开中文化解 ，yes， 我们稍微开嗓一下啊！台湾 ，yes， 台湾 ，yes， 台湾 ，yes， 台湾，台湾，台湾 ，yes，yes，yes。希望那个话我们要开嗓哈！那志玲讲到说，在联合国前面哈，那台湾团员一起在那里哦，为台湾来发声哈！啊，欢迎你们，欢迎大家。Thank you.
是我们的这个双金奖得主，对不对？
非常的开心来到这边哦，这个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对，然后对啊，我这个现在改变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用原住民的这首歌《高山青》来一个开场，好，把音乐带给大家，那非常的开心。
心意哦。那么很不简单的，但不仅哦，一整四年以来，每一年呢都很努力的去了 WHO 世界卫生组织，跟 UN 联合国哦，与台湾来拍戏啊，就是跟台湾被成为国际社会哦正式的一份子哦。大总，光这场年来哦，替 New York 沙盖，替 WHO 的盖哦，就这年轻人哦，为带下心。去做爸爸妈妈，过年参加。啊，今仔日吼，咱 Miss 二的 Miss UN 吼是咱的心血，吼、哦。那就欢迎讲，就这少年啦，前仆后继的加入我们的行列。啊，也看到我们的前理事长现在变起立，各位连任的嘉义市长涂景哲吼，他来带领我们大家。哦，记得涂景哲带我们的时候，青年团的时候成立吼、哦，那一直撑到现在，好、哦，那我们会继续加油。哦，谢谢。好，那在吕副在一分钟，陈副总统在一分钟后就会抵达我们的现场了。那么刚刚志玲讲的，咱做者团员拢延迟未休假，然后晚上拢伫参加咱台南的活动。而且咱做感谢临时吼，每一年拢是哦，给咱招来跑马灯吼，拢鼓励来踊跃来参加 WHO 都有关，因这种是团员，每一个团员家己吼掏腰包出钱来参加。台南嘛爱负责做些做些行政费用，所以今仔日就感谢各位先辈来参加这个年度参会。有感谢林氏阿家做些媒体吼，替咱报道，国际报道吼，咱青年团吼大概少一半吼，那也是讲吼，咱们来继续发展吼，让青年团越来越好，早点 UFO 台湾。但是陈部来的时阵吼，哦，大家吼也加点注意吼，等下哦，掌声要他这边哦，好。我们待会有会准备哦，非常精彩的影片，是我们的印尼联合国先生跟小姐哦，就是我们的哲成跟嘉如，他们很辛苦的制作了印尼联合国协庆会到欧洲去的，到日本的，还有到UN 的，是如何的，你来台湾哦，来跨乡来出乡哦，而且你做到这行后，你不能蛋姐不能来一套完整的给他们播放哦，这个足够的，掌声，对。行。